欢迎大家回到艾多美资讯板块，我是产品开发部 Alita。 艾多美的网上购物商城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，我们的会员们也在期待早一天能用上优品良价的产品。我们的会员制电商平台与其他公司有所不同，我们只销售自己的自主品牌，并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履行大众精品的产品理念开发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在产品品质和价格上更有竞争力。不仅如此，我们通过跨境电商快速引进海外受欢迎的原装产品，让我们的会员享受便捷的海外购体验，同时通过进口的方式给中国会员带来品类更加丰富，同样保证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。当然，我们在地大物博的中国也会进行产品的生产和开发，发挥出本地生产的优势，缩减产品因流通产生的费用，品质优良，价格更加有优势。让我们赶紧一起来看一下中国市场，我们都准备了哪些产品呢？初期我们即将上市的70余款产品，品类广泛，涉及到护肤、彩妆、个人护理、生活居家、食品以及辅消品。其中护肤品系列我们上市了5套产品系列和一些补充的单品，包含创造10年销售佳绩的艾多美基础护肤6件套，是艾多美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。艾多美6件套当中的精华液在2012年荣获韩国最高产品技术奖蒋英石奖。蒋英石奖是韩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奖项，这一次艾多美基础6件套全新升级后，让经典继续在艾多美中国延续。我们还有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进行销售的艾诗洛特真颜系列，这套产品可以说是艾多美21世纪皮肤科学的结晶，通过6大科技安抚岁月痕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套产品除了卓越的产品功效外，在2017年11月还获得了由韩国设计振兴院主办的优秀设计奖评选当中，获得了中小创新企业部门长官奖。这一套艾多美洁面护肤4件套相信大家也不陌生，它是居家护理的全系列产品，可以非常周全地帮助我们深层清洁，做好周期护理。另外还有源于自然中获取的补水能量，为肌肤带来清新水润的保湿3件套。当然不能忘记关爱男士的肌肤呵护，男士精华3件套用最简洁的清爽的护肤方案，打造充满能量的男士肌肤。当然了，面膜当然不能少，第4代保湿凝胶面膜富含5种草本成分，几乎完美的贴合面部肌肤，泡沫绵密的洁面慕斯，还有有效阻隔紫外线的防晒乳，以后有机会带我慢慢到来。让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彩妆，有花样口红、眼影、腮红、修容粉、染眉膏，还有2款睫毛膏和润唇膏。虽然说还没有上市很多，但是足够给我们一个亮丽的色彩了。其中含有4种鲜花精油的花样口红，7款颜色，真是款款娇艳。不同的色系会给你不同的感觉，可萝莉，可御姐，让你爱不释手。个人护理系列，我们上市了会员非常喜爱的护发精油、护体乳以及护手霜以及口腔护理的产品，其中艾多美的牙刷、牙膏也是久负盛名，艾多美中国当然少不了它们，其中也包含了清香型牙膏的2种规格，居家和旅行两者不可缺。为了您的健康生活，艾多美在不断努力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，其中也包含了生活居家类产品。我们采用了从甘蔗叶中提取的甘蔗蜜糖制成的安全产品，我们推出艾多美环保产品系列，用植物原料代替化工原料，使用更安心，同时减少碳排放，对环境保护献出我们的一点力量。我们还推出了天然纯棉卫生巾系列，采用进口纯棉表层独特 YY 芯设计，加上日本进口吸水珠技术，让每时每刻都更安心。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，大家对营养补充剂和健康的食物更为关注，艾多美也在为您的健康生活不断前行。
我们希望您的每一天都是健康的，从生活习惯到健康饮食。我们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为大家提供了 Hemohim、艾多美焕丽饮、红参丹以及鱼油软胶囊。我们也进口了益生菌粉、普洱茶固体饮料，特别适合快节奏的生活给我们带来肠胃压力的你。还有两款甄选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咖啡产品系列，品尝一杯浓香咖啡的同时，开启一天美好的心情。我知道这些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会员的期待，未来我们也会不断的引入好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，同时积极的在本地开发同样优良品质、超值价格的产品，比如个人护理系列的洗发系列、沐浴系列、婴儿洗护系列等等，以及让生活更加美好的生活居家产品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正在努力地开发中国当地优质的、独具特色的产品，不仅可以让中国会员通过我们的电商平台买到大众精品，也要通过 GSGS 艾多美全球流通枢纽，让中国的产品远销海外，海外的会员也可以轻松地拥有中国的好产品。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